度一切众生，真的就是度自己。那我现在自身不度，我怎么能度别人？怎么个度法？首先要断烦恼。啊，烦恼无尽誓愿断。啊，怎么个断法？持戒就能断。啊，不持戒不能断的。这一桩事情古德说得很好，不以规矩不成方圆。这就是你非要干不可。你不按照这个规矩方法去做，你的烦恼习气决定断不掉。从哪里做起？从孝亲尊师做起。这叫根之根，本之本。从这里干起，才真正叫扎根。啊，长大之后真正不动摇，不变戒。你看看，自古至今，忠臣义士都是这个根扎得深。宁可牺牲生命，也不违背孝悌忠信。这真正自爱的人啊，真自爱啊！啊，为什么他不堕三途啊？啊，他要是违背了信德，苟且偷生，多活几年，死了堕三途，堕地狱。那不是全错了啊！啊，这个从哪来？从教育来的。